这里是交个朋友吧好栏目组吗？请问你是？我是来应征的男嘉宾。哦，我带，我带你去。谢谢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走吧。我哪是土豪？我明明就是高富帅。里面吃的午餐，对啊，吃完了，对啊，然后呢？然后继续开会了。我就不信他还不出来，有本事他就给我孵出一个男嘉宾的。小姐，有人来面试男嘉宾了，我已经安排在会议室了，就等您面试了。OK。还没八点，我叫楚天舒。打扮什么呀？就他那样，再打扮也是那样。我哪样了？我告诉你，顾朝阳，我本来想随便拍拍就算了，现在我还非得打扮。是啊，这位先生，婚纱照一辈子就一次，也是女人一生中最美的一天，可要看一辈子的呀。谁跟他一辈子？好好好好，你想怎么着咱们就怎么着好吗？可以，这位先生你好好收拾收拾。先生这边请。人还挺多呀。可不是嘛，我跟你说了，这个演唱会可火了。啊，哎，天叔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看演唱会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品质，所以你别忘了 VIP 这屁。那必须的。嗯，我们这种人看演唱会，不做 VIP 怎么看呢？可不是吗？哎，你先到对面的咖啡店去等我，买好了票我来找你。看不出来你还是很体贴的嘛。那我去对面等你。好。OK。VIP VIP 为什么 IP 呀？八千八一张票，神经病在看这种演唱会。喂，林总，我是小楚，楚天舒啊。什么事儿？说。你现在可以过来帮我买两张演唱会的门票吗？楚天舒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你又让我给你买单，你脑子里面想什么呢？林总，我真的是被逼的，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，我才找你帮忙的。你要是不帮我，我这戏肯定会穿帮啊。好了，不要废话了，你在哪儿？在那儿等着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在那儿等你啊。林总，人真好。
新娘看傻了吧？怎么样，这婚纱合适吗？确实挺合适的。先生，请您过来。好。哎呦，真是般配呀！我觉得也挺般配的。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死光了。再靠近好吗？在我那边看一点，抬头一下，看到好看的叶子，都可以漂亮男子们。一二三，怎么样？对，笑容呢？笑容呢？对，一二三，好看，再来一张。一二三，好的，不错。我看一下，好的，漂亮，好，走。林总，你要的 VIP 票，万分感谢，万分感谢林总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。那怎么行？我必须得说，哎，麻烦你了，一定要谢谢您，林总，林总，哎，林总，这钱啊，就当我是借的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楚天叔，你这句话我已经听了100多遍了，你这约的是哪门子会啊？每天约会基金只有250块钱，可是还选最贵最好的消费。这我也是没办法啊，我真没想到把苏一晨换成李丹妮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李丹妮更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花起钱来没心没肺的，现在简直把我当成提款机了。什么叫没办法？你就准备这样一直下去？你可以选择不约会啊。那不约会我不就没戏演了吗？还演戏？你自己快没有饭吃了。哎呀，戏比天大。林总，我都想好了，以后呢我自己省一点，尽量把这些钱都花在女嘉宾身上。楚天叔，你这样活着有意思吗？为什么你就不能踏踏实实的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？哎，林总，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。我认为表演是这天底下最有意义的工作。你想想，
演员们在体验不同人生的时候，等于就是把这些不同的人生又重新活了一遍，这无形当中就是拓展了生命的宽度和广度，让我的生命也富有了重要的意义。演员在塑造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的时候，都是在表达和弘扬真善美。够了，你觉得你现在在表达和弘扬真善美吗？我认为走心了就是弘扬真善美啊。家说你是土豪，一点都没错。说话注意点啊，谁是土豪啊？你都以这个身份上节目了，还不承认吗？懒得理你。你最好别乱走，也不要乱动。现在我才是这个家的主人。暂时的。别管暂不暂时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。凭什么？哼，凭女人是敏感动物。想让苏依晨彻底相信这是我的家，就得按照我的意愿把这里重新布置一下。行吧，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。第一项任务，开始布置分居现场。哎呀，就他那样，再打扮也是那样。我哪样了？我告诉你，顾朝阳，我本来想随便拍拍就算了，现在我还非得打扮。是啊，这位先生，婚纱照一辈子就一次，也是女人一生中最美的一天，可要看一辈子的呀。谁跟他一辈子？好好好好，你想怎么着，咱们就怎么着。嘿，这位先生，你好好收拾收拾。先生，这边请。人还挺多呀。可不是嘛，我跟你说了，这个演唱会可火了。啊。哎，听说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看演唱会呢，最重要的就是。